乐圈。近日，周深在河南郑州录制节目时再次展现了他亲民可爱的另一面，引发了现场路人和伴舞老师们的热烈反响。这一次，周深不止和节目团队合作舞剑，还和现场的路人频频合影，展现出超高的情商和毫无明星架子的态度。只要看到镜头，他总会礼貌配合，笑容满面，让人不禁感叹，太可爱了，好有礼貌。不少路人和现场伴舞老师们都纷纷分享了与周深的互动感受，本人的感染力太强了，情绪价值直接拉满。这种积极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让周深瞬间收获了大量新粉丝的喜爱。据悉，这次的节目录制内容为拍摄一支 MV，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，周深和团队换了好几个场景，从上午一直拍摄到晚上，期间不仅要反复录制舞蹈动作，还要跟伴舞老师们一起练习跳舞，不知道录了多少遍，拍摄的辛苦程度可见一斑。在紧张的拍摄过程中，周深多次转场奔波，连续工作数小时，甚至累得差点瘫倒在现场。然而，无论多么疲惫，他在每一次与路人合影时依然保持住温暖的笑容，毫不吝啬地展现他友善的一面。这次拍摄的 MV 即将在9月16号播出，许多粉丝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完整版的舞台表演。相信这支 MV 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场情感的交流与碰撞。周深的粉丝们看到他这样努力，纷纷表示心疼，我们的宝贝太辛苦了，不停奔波，不断转场，还要保持最好的状态，真的是太敬业了。而这位歌手也用他的努力和真诚回应了粉丝们的期待，每一个镜头，每一次互动，都是对观众和粉丝们最好的回馈。对于这位用实际行动践行谦逊与努力的歌手来说，每一场演出，每一次录制，都是他用心付出的结果。虽然累到极限，周深依然不忘传递正能量和欢乐的态度，这种执着与敬业无疑是他成功的最大秘诀之一。期待9月16号的节目上线，周深再次用他的歌声和笑容点亮舞台，相信这个秋天他将继续用他的音乐和态度感染更多的观众。对于周深的粉丝来说，这样的偶像值得期待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